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06页，406页，从第三行看起。至心精进第五，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本品第五品，至心精进，给续前面啊，前面第四的。是发藏因地啊，介绍阿弥陀佛这一段历史，这个接着说啊，发藏比丘精进的状况，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法藏菩萨，发菩提心则称作菩萨，发大愿曰：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啊，这是在这一篇经文一开端呢就说出来，说我成佛时，这个我是法藏菩萨自称啊，他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国土佛号谢闻十方啊，国土是极乐世界，佛号是阿弥陀佛啊，他的宏愿呢，这个名号啊，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处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都要能听到。众生包括上层的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所有众生都能听到，为什么？下面说出来了，一切有情，下至畜啊，乃至下等虫类。生我国者，悉作菩萨无有余尘。原因就在此地。法藏菩萨的宏愿，希望能够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如果这些众生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有阿弥陀佛，那跟法藏的语言就断了。这个名号如何能够普及呢？这就要诸佛如来的宣扬啊，诸佛如来都愿意给法藏菩萨宣扬介绍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说这部经啊，同样的在十方诸佛刹土，每一尊佛
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不说国土名号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劝导大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了啊？在他方世界，凡夫修成佛果要无量劫，在极乐世界，凡夫成佛只要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前面寄送末后说，轮回诸趣众生类也，俗生我刹受难路。啊，后面更具体给我们说明，到极乐世界，一切皆成佛。这个是弥陀本愿的核心呢。弥陀得到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是这个大愿，愿一切众生个个成佛，跟他一样。那他是究竟圆满佛，我们成佛不会比他差一点。这个大愿不可思议。啊，一切有情，就是刚才说了，上面包括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啊，这是举一个例子，乃至下等虫类这畜生道的，云飞软动。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菩萨。第二十愿愿文当中讲，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不退转的意思，圆满正德，三中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是法身菩萨才真的。啊，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别教是初地以上，一个烦恼没断，业障没消，到极乐世界就成了法身菩萨。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啊，谁能相信？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得很好，说这一桩事情为佛与佛了，方能究竟啊，彻底明了知识如来啊，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搞清楚啊，可是这桩事情是事实啊，法藏比丘成就了，做到了，而且极乐世界成立到现在
已经十劫了。这十劫当中，他戒引多少众生，在极乐世界都成佛了。我们今天有幸听到这个法门，更难得的是世尊多次宣讲，后人有大德，我相信这些大德都是再来人，不是普通人，给他做汇集。啊，汇集有没有必要呢？非常有必要。过去无量寿经我讲过十遍，十遍每一遍听很麻烦的，浪费很多时间的。啊，所以就有同学来给我说，把这个十节汇合成一节可不可以？好啊，这不就是做汇集本吗？那就省事多了。啊，看这一本，十节全部都看到了。汇集确实有必要。啊，这个经有三次汇集。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最近的一种，下联居老居士汇集的，汇集的真好啊，没话说。我们看到了五体投地，我们真有福报啊！啊，黄念老的注解更了不起啊！是不是他的注解？不是，他是集注，也是汇集，汇集经论。对于经文的注解，汇集祖师大德对这部经的注解，啊，用了多少呢？83部经论，110种古大德的注解，所以是集注啊！啊，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这两位大德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他们来干什么的？他们来实现阿弥陀佛的宏愿，普度世尊往后末法还有9000年这些众生啊，就像经上说的，毁于真实利益了。这个真实利益了，就是帮助你一生成佛，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的，没有比这个利益更殊胜的。啊，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利益呢？那就看你有没有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心，决定没有怀疑。第二个条件呢，真想到极乐世界去。第三个呢，决定要亲近阿弥陀佛。啊，到极乐世界去做弥陀弟子。啊，只要你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啊，纵然你造过无逆施恶，
无间地狱罪业都不怕，只要你回头，你忏悔，我求生净土，我老实念佛，你的烦恼自然没有了，你的业障啊也自然的消除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名号不思议的功德。84000法门，无量法门，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我们跟这个法门根性不相应，就不能得利益。唯独这个法门叫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只要具备我真心，我真想去，我愿意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就成了。其他什么都不必谈。所以万修万人取啊，这个话是善导大师说的啊。在传说当中，善导是阿弥陀佛到中国来应化的。这个话如果是真的，那么善导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我们要相信呢，我们要能接受啊。啊，这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无有余尘。啊，余尘是什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人天，没有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了。啊，诸佛方便说，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方便说，全是一乘。并愿所发之一尘愿海，啊，一尘就是尘佛。这个法门就是教你直接去做佛，超于无数国土，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阿弥陀佛全超过了。为什么会超过？下面会介绍到。啊，他为什么会超过？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法藏菩萨的老师啊，应其所请啊，法藏的请求，佛答应他。为现210亿佛刹，啊，这个自在王如来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了，这个210亿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大圆满。一个都没漏啊，法界虚空界所有佛刹展现出来啊，让法藏菩萨去看，你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
所以极乐世界不是自己在那里想出来的，不是的。这是他真正到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去考察、去参观、去学习。一切佛国土里面好的，他统统摄取。一切不善的呢，他统统舍弃。所以他造的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最好的东西全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不善到极乐世界决定找不到，不但找不到，连名称都没有。这用我们现在的话，这非常合乎逻辑啊。他不是在那打妄想啊。他是实实在在去考察去学习。成就的48愿，48愿从这来的。看到有些国土里头有三恶道，这个不好。所以发愿，我这个国土里的将来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多少学佛人，生生世世进进退退。随着时间要无量劫，要那么长啊！如果有进没有退，成佛就不必要那么长的时间。在世间学佛，肯定进得少，退得多。这是必然的。所以成佛要无量劫。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一生成就这些现象他全看清楚了，全搞明白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汇集是汇集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佛刹的精华了，这是汇集本呢，那是汇集世界阿弥陀佛很懂得搞会计那你要是反对会计，那就是反对阿弥陀佛，反对诸佛菩萨。诸佛菩萨都喜欢搞会计会计省事就取经用红。我们采取的全是精华汇聚就是采取精华了，去其糟粕不汇集哪能成就呢所以我们对汇集要感恩戴德了，他替我们省多少事情你看这说的多好，为现210亿佛刹，法藏戒悉度戒，他看见了，乃于无戒精勤修习，戒成深愿。他用了无戒的时间，精勤勇猛精进的，认真学习。那个愿是从这儿来的，不是凭空发的。这个深愿就是48愿，所以要晓得48愿是怎么来的。所摄佛国
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所设佛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超过彼211佛刹，那当然超过嘛。啊，它是211佛刹的精华。啊，这当然超过。是故本品名至心精进。啊，这一品的品题啊叫至心精进。啊，至心者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之种种心性。啊，又进者则更进一步说，法藏于亲睹无边佛刹后，这亲自看到的，遍业其心，玄则所欲。啊，佛所认为是最好的，他来选择。啊，文中一心真心至心。精进者，精勤求索，这个四句是经文。恭慎保持，啊，恭敬、慎重，啊，保住而不丢掉，修习功德了，满足无界。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个成就庄严佛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不能不知道啊！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了精心挑选的，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精华，最殊胜的，最美好的，那用这个来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你才会选择极乐世界。你才会选择这个法门，啊，其他的全放下了。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啊，这一部经典很新呐，我学佛的时候没看到。啊，我亲近李老师的时候才看到这部经，老师送给我的。啊，我才知道这个经没有注解。啊，李老师的没注，他老人家曾经讲过一次，他讲这个经的时候我还没学佛，啊，我跟他学经教的时候，他把这个本子给我，我非常欢喜，就想学讲。啊，老师不同意。啊，告诉我，时节因缘没到。啊，你现在不能讲这部经，学习可以。啊，讲这部经会有批评的，
会有障碍，你年轻，你挡不住。那个时候给我讲这句话，我完全不懂。什么障碍？讲经有什么障碍？啊，现在知道了。现在明白了，啊！不过老师过去也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在意。现在想起来，老人有智慧，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学经教，老师说，你讲经讲得不好，别人笑话你，你还没什么事。如果你讲得好，别人赞叹你，你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啊，这个话兑现了。为什么呢？谁都不要你。你真正讲得好，你到哪个道场去住一天，人家都讨厌你。都在排斥你。那是我跟李老师，我跟他10年，第一年讲的。他真看到了。以后我们在经教里稍稍摄入一些了，明白了，这什么嫉妒障碍，古今中外在所不明。你看看中国慧能大师，五祖传法给他，还要到猎人队里去躲躲藏藏的15年才出来。为什么呢？嫉妒的人啊都不在了，他才出来。有这些人他找你麻烦了。所以需要护持啊。没有人护持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了。我得力韩馆长30年的护持，住他家里别人没办法了。不是道场，你总不能干涉人家的私生活。我们讲经租场地借场地，像打游击一样啊，居无定所啊。确实苦不堪言，但是也很安慰。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做了榜样，他老人家没有到场，居无定所。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环境啊，想到佛，佛已经给我做好榜样了。我们要学佛。一生没道场。我的大雄宝殿就在那个角落上，有你们刚才看到的，那是我的大雄宝殿。那是我的功德堂。佛法的沉船不能吃苦就传不下去了。世尊灭度交代后世，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不能吃戒，不能吃苦，
发挥灭掉，传不下去。戒律从哪里做起呢？要晓得戒的根在哪里。为什么古人能做到，现在人做不到？现在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这叫什么呢？这叫末法。世尊在般若经上讲法运，什么是正法，什么是相法，什么是末法，什么是灭法，他讲得很清楚。有人讲经，释迦牟尼在世49年天天讲经，有人讲经有人听经，世尊的听众，我们概略估计，每一场讲经，我相信不会少过3000人。长随弟子1255人，这佛到哪就跟到一块去的，不离开的。经常有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这个四众同学临时来听的，或者听一部经，或者听一两个月，或者听几天，这样是叫流水的，这个众啊，人数就多了。所以我们概略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这有听经的，有真修的，听了之后依教奉行，有真修的，有正果的，这叫正法。有真须陀洹的，有真阿罗汉的，真有正果的，这正法。第二一类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没正果的。这叫相法。第三种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真修行的，我们现在是，这叫末法。第四种呢，讲经的也没有了，听经的也没有了，这叫灭法。世尊在般若经上说的。这从实质上讲什么叫正法，什么叫末法。末法听听经不干了，做不到啊。真能做到的时候就不是末法了，那就提升到相法了。我们今天遇到净宗，我们天天拿着经教在一起分享学习，这是讲经。我们用这个网络卫星，虽然在小小的摄影棚里头，全世界在这个时候，同步。在屏幕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人数不少啊！我相信超过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听众，绝对不止3000人。这么多人当中，我们相信真有真干的。不管人多少，真有真干的，有没有正果？有，往生就是正果，那我们是正法了。从时间上来讲，
末法一千年啊，这个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我们是末法里头的正法，不容易啊！啊，这个缘分难得，可遇不可求啊！希望我们知道。无论是出家在家，要修讲经，才能把正法久住真做到啊！不讲经怎么行？啊，不讲经就是搞迷信的 啊！今天社会对宗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原因在哪里？这不讲经了。啊，今天说话要说前年，啊，前年是2010年，2010年。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到梵蒂冈访问，跟教宗见了面。啊，谈到世界宗教在衰落。啊，梵蒂冈他有统计，他有调查，告诉我，最近这十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啊，他们很担心，这教廷担心啊，如果这样，二三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没人信宗教了啊！提出这个严肃的问题，告诉我啊！我当时回答他的，我说我们宗教在创教的时候啊，这些创教的称教主也可以，称前贤也可以，啊，像摩西、耶稣，啊，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随他，向他学习？为什么能够代代相传，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啊，摩西比释迦牟尼佛早，啊，犹太教，它大概有4000年的历史，啊，至少比释迦牟尼佛早1000多年。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随？没有别的，都是讲经教学啊！啊，那些经典很多，摩西讲的，耶稣讲的，所以这些人当年在世，个个都是社会教育家。啊，他跟我们讲些什么？做人的道理。升天的道理他教学吧。那现在为什么人不相信啊？没人讲经了，祈祷不行啊。祈祷固然是有效
拉不出证据出来。你说这有灾难，我们祈祷把灾难化解了，人家说你是胡说，你在造谣，根本就没有灾难，你胡造谣言，你有什么话说呢？啊，所以我就提出来，一定要恢复宗教教育，这就有前途了。啊，这个去年两三个月之前，啊，教皇邀请我，他那里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想想还是要去。为什么呢？要鼓励他，把宗教带回教育。啊，这一次见面的时候，主要目的就在此地。啊，宗教一定要教，回归到教育，宗教教育，化解危机。宗教教育能拯救社会，啊，而且今天宗教必须要做示范点，啊，像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小点，要人家能看见，他才会相信。啊，所以我劝教皇，就用梵蒂冈做个实验点。啊，我向他请教梵蒂冈的面积多大。我原先以为有100英亩。啊，结果没有，50个英亩。不大了。1英亩是6个中国亩。啊，500个英亩就是和中国300亩。就这么大个地方，我说可以。啊，那居民呢？他居民大概1000人，梵蒂冈这个小国，他也是个国家了。啊，教宗称教皇啊，啊，他是个国家组织啊。啊，我说你就用这个小点，把梵蒂冈这个小点造成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了，在这个地方落实，让全世界人到梵蒂冈就看到啊，天主教的天堂，那个影响很大。啊，天天教学。啊，然后我向他请教，罗马不大，我去过几次，罗马不大，罗马有多少教堂？他告诉我有400多个教堂，我说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要上课，都要讲学。我说1年之后，罗马变成全世界天主教的文化中心，天主教文明的示范点，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影响非常大。啊，你这个做的时候，别的宗教都想做一个，啊，他不做他赶不上了，啊，能带动。我这一次去跟他见面，就谈这个问题，啊，他们听了也很欢喜。啊，最近我收到他给我一封回信。啊，我希望他真能够早一天落实啊！啊，今天要不做出榜样出来，你讲人家不相信啊！啊，宗教团结，
澳洲，我住的那个小地方，图文巴，这个小城的居民10万人，可是宗教有10几个，包括土著有19个宗教，我们在住10年。搞宗教团建呢，还不到2年，做得很有成绩。图文巴的这个不同的宗教，确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做得很成功。去年年底，晋中学院办了个活动，纪念成立10周年纪念。图文巴宗教全部都来参加。我们就提倡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你的教堂要讲经，要教学。教什么呢？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普世的教育，一定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帮助这个国家和谐，帮助人民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一个地区小城，所有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做出样子来。是个全世界宗教和谐示范一个点。让全世界人来看，宗教是有存在的必要吗？学习宗教是好事，不是坏事。不做出榜样来不行呐，光是空口说白话没用处啊，人不相信你。人，个人。要做人的好样子，家要做所有家庭的好样子，道场要做一切道场的好样子，做出榜样来，这是真正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如果只搞形式，没有实质释迦牟尼佛都会流眼泪成佛之道，无量劫来，设方诸佛世界。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没有第二条路子。那他不重视戒律怎么行呢？戒律从哪里学起？从根上学起。根在佛法是小乘戒。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个人佛不承认的。佛教传到中国来，小乘很深。中国佛教10个宗派，2个小乘，一个居士宗，一个陈师宗。
现在这两宗，一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丢太久了。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唐朝中叶之后，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倡导用儒跟道代替小乘，这就不学小乘了。这小乘这两个宗到宋朝时就没有了，没人学了，道场也没有了。所以实际上中国是大乘八个宗，但是用儒跟道做基础，那现在我们儒也不学，道也不学，小乘也不学，所以大乘架空了。这变成假大乘，不是真大乘了。所以这些年来，大概有十几年了，我们非常强调要扎三个根，儒释道的三个根。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感应篇。能不学吗？不学十善业道就不能落实，沙弥利益是假的，必须扎这个根。中国过去通通都学过这伦理教育，感应篇是因果教育，那是什么？从小学的。你生下来眼睛睁开了，你就会看，耳朵你就会听，你就在那里学习。所以中国的家教非常严格。谁叫你？母亲。婴儿所在之处。任何人接见他，表现都正面。不能有负面，让他看到，让他听到，让他接触到。要照顾他三年，1000天。他真正能做到眼不见卧色，耳不听淫声，他才能把自己的德行的根扎稳。父母在他面前表现全是正面的。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他看，不是给他讲。三年根就扎稳了，根深蒂固啊。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3岁看80。这个意思就是3岁扎的根扎得好，80岁不会变。无论他将来学儒学道学佛，他根深蒂固。他学任何一样东西，如果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都有成就。学儒他成圣成仙，学道他成神仙，学佛他成佛成菩萨。我们今天儒释道三个根全丢掉了，怎么努力学都学不像。为什么？没根。没根是死的。像花瓶里面插的花，
怎么样去照顾他，他也结不出果实出来。这个太重要了啊！啊，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三个根要不要补习啊？不补就不能成就，一定要认真把它补出来。啊，补出来实在讲不难的，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啊，在想象当中应该是两三年才能把这根补出来，看到效果。啊，没想到只三个月，不到四个月。啊，人的心态180度的改变。啊，我们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不惊讶。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啊，我跟老师说，我说我们不能鞠躬啊，不可以说这是我们教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德行呐、啊，怎么会有这样成就呢？祖宗之德，三宝加持，我们要感祖宗的恩，要感佛菩萨的恩。啊，不是我们能力做到的，是他们加持的。啊，所以同年十月，我们就有这个缘分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做了8个小时报告，做了3天展览，产生很大的影响。啊，2个星期之前我还接到联合国的信，还念念不忘我们的活动，不容易啊。啊，这就晓得扎根重要。你想成就，你不要必须扎根，你不扎根，你干上300年你也不会成就。啊，你晓得根重要啊！啊，这是德行的根，那要深入经藏，那还有一把钥匙。啊，大藏经没这个钥匙，你进不去。四库全书没这个钥匙，你也进不去。这个钥匙就是文言文，你要不要学？你不学文言文，四库门是关住的，大藏门也是关住的，你没分呐。现在人对这个疏忽了啊！早年老师教我们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钥匙就拿到了。你能够背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一个星期背一篇。1年50篇，2年100篇，这个根要不要扎？那你要不扎，你完全看别人翻译的，原文看不懂。啊，你能用2年的功夫，直接跟古人学习了，不要经过当中别人在那里给你做翻译。
所以文言文比什么都重要。200年前，中国的文言文是亚洲许多国家共同用的文字，因为他要到中国来学中国东西，他不能不学文言文。像日本、韩国、越南，乃至于东南亚周边的这些国家，通通用文言文。言语不懂没关系，可以写字，可以笔谈。中国文化太丰富了，今天印刷术发达了，印刷成本很低，品质很好。要知道中国在过去100年之前，《四库全书》全国只有7套啊！现在的印刷发达了，《四库全书》我就买了100套啊，《四库会要》我买了200套。过饱你没有文言文底，你不能看的。祖宗留下来智慧、经验的宝藏，你要不要？你花2年的时间，你就有能力接受。这些东西一生受用不尽的，人间至宝人间的宝不是那些古董那些东西是自己道德、智慧、学问成就之后的欣赏的艺术那才真的就是花果我们都得认识清楚真正宝是典籍，大藏经是宝，四库全书是宝。我们在学法藏菩萨的精进，法藏菩萨的一心精勤求索，你看恭身保持恭敬慎重修习功德满足世界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基础，要十年了。古人常讲“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今天我们如果是用古人这个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基本的德行够了，就是说四个根都扎稳了，四个根包括沙弥律仪。你就是有圣贤的根底这个基础稳了，大圣大贤，然后你专攻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
别搞多，10年时间。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在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成佛了。能不能做到？能。中等以上的根性，应该3-4年就得三昧。你专修一样吗？你学法华得法华三昧，学华严得华严三昧，学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得到三昧之后，有个3-4年就会有开悟。这就是什么呢？因界得定，因定开慧。顿悟我们是不可能，但是见悟有可能。六祖慧能大师他是顿悟，他会下成就43个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那是见悟，没有一个是顿悟。都是好几年，10几年或者20-30年开悟的，这叫见悟。但是只要一开悟，境界是相同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教学的目标，是叫帮助你开悟的。但是开悟的条件需要一心。所以为什么叫你一门深入？那就是一心。同时学太多，学太杂。你所得到的是常识，不是智慧。三昧与开悟，你没办法得到。幕后这一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说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我们应该要相信，不能再怀疑。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口，法藏清法。这第一个小口宗名。法藏比丘，摄持记忆，前一篇所说的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法无上正觉之心，屈愿作佛，悉令如佛。这段经文我们看出去，右段承上启下，上品就是前面我们所学的法藏因地第四，完全是集中经文，任以长行白言，长行是散文的题材，是以法无上正觉之心的，这下面是盖入道要门，发心为首，
修仙即悟啊，立愿为仙，这是古大德常说的。我们要想成正觉，发心最重要了。发心，你有方向，你有目标。如果没有发心，没有发心的，你这一生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最后你一样都不会有成就。你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决定有成就。方向目标是自己可以选择。学佛在经教里头学一样，一生专攻这一样。你这一部无量寿经，如果你用十年的时间专攻，十年之后你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这一部经上用过十年功夫的？你就是这一部经的专家，全世界第一，你成就了。十年要勇猛精进，锲而不舍了。天天学得天天讲，讲就是学习。我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自己不认真学习就做不到。找几个同参道友帮助你，为什么？他们来听，听完之后提意见，哪些他懂了，哪些他不懂。他懂的，我们仔细想想，他是不是真懂的？他不懂，原因在哪里？我还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解释，让他明白？所以教学相长。教也是学。这个要效法释迦牟尼佛的精神，一生教学，没有一天空过的。修行即悟，立愿具现。什么是修行即悟啊？你们有愿，你们有方向，没有目标。再用功再努力，你学得太多，学得太杂。门门都懂一点，样样都不精，这就错了。佛法四弘誓愿有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我广学多闻，没错，是的，你没有能力广学多闻，就是说你没有基础。基础就是一门，从一门当中开悟，悟了之后广学多闻。悟了之后学就很容易了，一看全明白了。一部书要不要看完？不需要，看几页全都明白了。所以广学容易。龙树菩萨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完全通达明了了。
三个月时间，啊，也就100天吧。啊，为什么呢？他开悟了，他见性了，他没有障碍了。一部经听几句，他全明白了。啊，他不必要全看了。这个例子，读过《坛经》的人应该晓得，法达禅师。学《法华经》，念了3000遍呢。到曹溪去参访六祖，啊，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六祖看到了，三拜之后站起来，六祖就问他：“你礼拜头没有着地，你应该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一问，他就说了：“诵《法华》3000部。”六祖问他，《法华经》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那反过来，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法华经》我没听过。要知道，六祖不认识字，他不会看经。但你念给他听，他懂。但我没听过，你既然诵了3000部，那背得很熟了嘛，你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2品，念到方便品。六祖就告诉他，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你说开悟重不重要？开悟之后，那一部经啊，听一点点全明白了。所以一部大藏经3个月绰绰有余啊，时间足够啊。啊，释迦牟尼佛49年全通了。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也能够全通达。啊，学习的方法，东方胜过西方啊！西方学的是知识，东方学的是智慧，这两样东西不一样。啊，东方修学的方法高明，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全通。啊，西方人通一步就不会通第二步，通第二步就通不了第三步。啊，所以他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啊，但是现在人相信西方，不相信老祖宗了，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了。啊，那么今天要过苦日子。啊，你看看过去老祖宗的生活。啊，看看四库的集部，全部是文学作品，他们的生活诗情画意。啊，世间人所说的真善美，
在古人真有。啊，他们过真善美的生活。现在人哪有啊？那全是假的。啊，真没有了，善没有了，美也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多想想的。啊，然后再真正的重新就认识古人。认识传统文化，认识佛菩萨，啊，我们的沉静心才能生得起来，依教奉行才会有成就。是故法藏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之后，啊。其皆大愿，超胜无数佛苦，故请求世尊为言经法。但这向佛请法了。啊，这一段的大意是，啊，这个后面是念了总结。啊，我今行菩萨道时，依发无上菩提之心，愿成佛，愿一切如佛，就是一切都像佛一样。啊，这个地方称的佛就是自在王佛，啊，是法藏的老师，啊，他就是跟自在王佛出家的。又段中为菩萨道，这个为这是行也啊，为是真干呐、啊，啊，真行呢、啊，无上正觉者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啊，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再看下头这一段别名啊，第一小科学法门，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这个两句非常重要啊，注子里头说，故请求世尊为我广说经法，我当奉行如法修行。啊，如果听佛讲经说法自己做不到，佛会不会讲呢？佛慈悲，还是会讲。你要能做到，你现前得利益；你做不到呢，在八十田中给你下种子，作为来生后世，你接触到佛法的因缘。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啊，知道众生的根性有三等呐、啊！啊，上根的人基础好，也就是过去生生世世都修过，这一生接触，把过去世的一些善根统统引发出来。这一生能够得到结果啊，根性差一点的人，这一生能够继续不断帮助他提长提升
没善根的人帮助他种善根，没有一个漏掉的啊，这叫普度啊。啊，法藏上上根人啊，他听了佛的教诲，他会依教奉行，经法佛之经口所述，为万世之常法者，称为经法。佛之经口，经口是什么意思？啊，佛的口是黄金做的吗？不是这个意思。经在五经里面被大家看得最尊贵的，是因为它不会氧化，它不变色。啊，你看银、铜、铁、锡会氧化，啊，只有黄金不会。啊，所以金代表什么？金代表永恒不变，这就可贵了。啊，佛所说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也就是说，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实在的，他说的是可以相信的。啊，这叫经口所说。为万世之常法，现在人受了科学的洗礼啊，我们全都受这个影响啊！啊，科学家的态度决定不会承认呢有真理。科学家承认什么？所有一切法都是在变的。前面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定律，过个十几二十年，后来的科学家把它推翻了。啊，现在科学家很崇拜爱因斯坦。啊，那么最近量子力学家呢，有可能把爱因斯坦的定律又推翻了。啊，所以他们晓得，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发现的东西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直到一代一代的时候，啊，把前面推翻了。啊，这个东西。研究物理可以啊，有什么？物理是假的，物理不是真的。啊，物理是从心想生，心的念头无常。啊，所以外面物质现象是无常的。啊，可是圣学不一样，圣学讲心性呢。心性是永恒不变的，啊，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现在哲学家什么是本体没找到，相信应该有这个东西，啊，但是一直到今天没找到，啊，说的人说的很多，但都不能够成立。啊，得不到，啊，这世界这些哲学家、科学家的肯定，没人支持他。
那佛说的为什么是真的？佛是明心见性，他见到自性了。科学家、哲学家没见性呢，他跟我们一样啊，他天天所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我们都是用这个，六道凡夫用这个，认为是自己的心，四圣法界也用这个，这不是真的，是虚妄的。真的只有自信啊，称之为真如实相啊，实实在在的实相啊，第一义谛啊，自信发现名称很多，都是说这段事情啊，这是永恒不变。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不缺啊，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性是永恒不变，所生万法是刹那在变，所以叫无常啊。能生的是真常，所生的是无常。啊，诸佛菩萨他们见到性，见到本体，见到实相啊，所以他给我们讲真的，那就永恒不变啊。佛讲经根据什么？二谛，真谛、俗谛。真的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是真的。素谛呢，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他是随缘说的啊，你们很好懂，是你们的境界。说他自己所证的呢，我们不懂啊，也说了不少啊，但是这些我们无法体会的，被现代量子学家发现了，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对佛的话就格外的相信了。佛距离我们三千年的，啊，依照中国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9年，啊，3000年前佛说的，最近30年被这些量子力学家的时候发现了。啊，佛说万法皆空被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这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被证明了啊，物质现象啊，阿赖耶的相分是从见分变现出来的，这个也证明了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确实没错啊，物质是从念头发生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这经典里都有啊。
所以佛经呢，不仅仅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啊，这个世界上的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看的是科学报告，我们肯定佛经是高等科学啊，科学上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东西，佛经上都有。啊，现在逐渐逐渐的接近了，靠得很近。啊，那么这是讲经跟法。啊，经是经典。法是修行的方法，即常见之奉行，奉持就是奉行，以奉受与行持为义。啊，这个奉里面有恭敬心。啊，印光大师讲，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奉持里头有沉浸啊，没有沉浸不叫奉持，不叫奉受啊，有受不能成奉，奉是有沉浸心在里头，故静默常为信受奉行啊。佛每一部经集结最后啊，都说明大众啊听经欢喜啊，奉受信受奉行，作礼而去啊，用这个做一部经典结尾语，表敬受尊行的全权佛音之意。再看底下这一小苦，断烦恼啊！你看这四小苦，学法门，断烦恼，成佛道，后头度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呐！啊，拔诸勤苦，生死根本。注解里头说：“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死根本。”这话怎么说呢？底下有解释：“该生死疾苦啊，又无休息，所以叫勤苦。”你看，人死了。啊，学佛的人要记住，要肯定啊，人有没有死？没死啊，死的什么？身体啊，身体是物质，有生有灭啊。除了这个物质，还有你的灵性呢。啊，世俗人讲灵魂，啊，实际应该称灵性，灵性是自己，没事。啊，在佛经里面说，49天，他又去找一个身体了。啊，找的是什么样的身体呢？那是他的业力做主宰。啊，不是别人，哎，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哪一个念头最强，先受生，引导你先受生啊，所以这个念头重要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如何把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变成我们所有念头里头最强的念头，
啊，将来身体丢掉之后，这个强大的念头，他念喜劫，念阿弥陀佛，念极乐世界，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往哪一道去，就最后一个念头。如果是贪念最强，啊，不管你是贪财、贪名、贪色，学佛的人贪佛法，还是贪呢？啊，只要是贪，通通到恶鬼道。啊，你到鬼道去投胎去了。啊，在这个鬼神。如果嗔恚最重，你还恨某个人，你还讨厌某一桩事情，啊，这种的念头最大最强，地狱道去了。啊，愚痴力量最大，就畜生道去了。所以最后那一念呢，是你来生到哪一个道，第一个因。啊，没有人主宰呀、啊！啊，不是佛主宰你、啊，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自己主宰自己。啊，不能怪任何人。啊，怨天尤人是罪过，是最大的错误。啊，学佛的人明白，一切都要自己负责任。啊，所以这个生是没休息的，这个地方的身老了不能用了，又去换了一个身。啊，换什么身？念头做主。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法藏比丘，念念要成佛道啊！这个念头太强了，他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啊，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啊，念念想帮助苦难众生，建立一个修学的环境，老师世间自在王帮助他，这个修学环境如何来建造？啊，到十方世界去考察，去参观啊，作为自己的参考资料啊，他真干呐、啊，而且用了五届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啊，把十方诸佛国土都看遍了。好的，优秀的通通接纳，不好的不善的一概排除啊，这样建立了一座修学的道场，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你细心去观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多次宣讲，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极乐世界，有过往没说，没有说极乐世界有天王，没讲啊，也没有说极乐世界
有四农工商，啊，有各行各业没说。极乐世界非常单纯，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一个菩萨，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啊，到那里去干什么？天天听课、上课。你要搞清楚，如果你不喜欢天天上课啊，啊，那个地方就与你没分了，你去不了。啊，你喜欢天天上课，天天听课，天天学习，啊，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啊，再跟诸位说，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里头没有男女老少。啊，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一个样子。啊，这是阿弥陀佛特别选择的，因为看到其他诸佛国土人的样子不一样。啊，相好的就傲慢。啊，相貌不好的就有自卑感。啊，这个是难过啊。这都是烦恼啊，到那里去大家像完全一样，这个念头就没有了啊。而且神像像观经上所说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永远不老啊。我们这个世界人老了很苦啊，到极乐世界不老啊，无量寿不老，这个很好。无量寿老那就不好了啊，美中不足啊，他无量寿不老，永远不老啊，这都是戒取一切诸佛如来刹土里头的精华啊，来建造啊这个自己的道场啊，帮助大家在这个地方修行成就。那么欲除生死苦果，当拔其根。这个根什么呢？根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呀。啊，在华严经里面，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啊，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大乘经里面常讲的呢就是这三个名词。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断尽了啊，这个东西断尽了就没有生死了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六道就没有了，阿罗汉真的去超越六道了。尘沙无明要是断掉了，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啊，设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全没有了，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断尽诸惑啊，故曰拔住勤苦生死根本。那到哪里去了？到一真法界去了，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啊，下一句就讲到这个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